蒋玉安。而出场的台啤呢，则是推出了蒋玉安、朱一宗、李习伟、大胜以及新洋将伊贝。他从高中就出名了，在人人加伤的时候，篮板球拉下来，还在台啤手上。蒋玉安打进来，顿一下在场。跟陈佑伟同一队，所以一直是担任他的替补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好。这个配合，战术配合很明确。今天虽然是人手不足，对。台湾面对包夹传出来，李奇伟投三分球。打二的机会，阿巴西拉杆传球给韩国，哇！再传，再行 ，Edward 都有出手的动作了。对，我刚以为裁判是要，玉安的确是失去了身体的平衡，然后一直贴在康哥身上，打在篮筐前缘，哇，给现在有点危险，哇，给到好了，居然漂亮啊，背后的传球，不得罪吗？嗯，哎，有点危险，危险。休息，好，蒋玉安，林敏胜来对付蒋玉安哦，也是中信通可以选择的。就位的程度啦，实在是已经超越场上所有其他的球员。小安，队友帮忙挡一个转进来的球，好球，给的漂亮哦。剩下五秒，小安，你冲了。我们再看刚这一球，进球之后的同一届的同学，小安挺到最后，留给小安，走左路，